这次纽约时报广场的迎新年倒计时活动是以全球瞩目的一个中原品牌这样的国际平台，河南省代表中国那借助这个平台来展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能同时邀请国际友人来到访中国，到访河南，也送给全球民众一个良好的祝愿。我相信这次活动之后必将对我们增进中美两国旅游人员友好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提高河南乃至中国的国际旅游形象，都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在美国的河南人呢，说实在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特别鼓舞。因为什么？是向全世界在宣传我们河南。河南这次在推介呢，这个旅游啊，包括行走啊，这次推介呢，应该让世界了解更多的河南，了解更多的河南的文化。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